高，感知生活真我之美。祝 Cos Chick Fever 与你一同遇见最好的自己。I take you alone。 有属于自己安静内敛的一面。 I can feel you there。 I take you alone。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湿吧。还有就是我们是每天都需要把妆卸干净，然后就是要敷保湿面膜。养生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喝茶，有去火的茶，然后清热的，还有玫瑰的，还有各种提神的呀，还有排毒的，就是茶的印象还挺多的。我觉得能挑战不一样的角色，然后这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。然后不要害怕，应该大胆踏出第一步。自己喜欢的舒适吧。两个都会有，就是首先还是自己喜欢最重要，然后当季流行的一些潮流的新品，可能自己也会愿意去尝试，当然还是以自己喜欢为主。接受不同的挑战，然后去做自己不敢做或者是没有做过的事情。